你先说。OK，所以，哇！第一眼看到这个东西，真的是比我出乎。OK，第一眼看到这个东西，真的是超级超级小。OK，第一眼看到这个东西，真的是超小，就比我想象中还要小很多很多。因为我平常在录的是，OK 这。第一眼看到这个真的是超级超，第一眼看到这个 Zoom F3 真的是超级超级小，比我想象中还要小很多。因为我们平常在录的，像是我用的这个超级古老的 Tascam DR40， 这个看起来还蛮大的，一个手掌大小吗？手掌的高度。那这个 F3 真的是，哇塞，超级超级 mini。那它的做工，我觉得第一个拿起来就感觉非常扎实。那它其实就是一个金属的大外框包起来一个中间的塑胶，就是那这个 Zoom F3 它的做工我觉得也那这个 Zoom F3 它很酷炫的设计，就是它中间的主体是塑胶，可能就是减轻重量嘛。那外面有一个超大的金属框框。那这个 Zoom F3 的整个设计，我觉得还蛮酷炫的，就是它整个外框是金属的，那中间是塑胶，就是可能减轻重量，但外面整个是金属包着的，所以，你可能摔到地上应该也不会出什么事情，真的是看起来还蛮坚固的啊，它就是一个外面钢体包着塑胶的内中心。那这个 Zoom F3 的，那这个 Zoom F3 我刚拿到手上就觉得它非常非常扎实，因为它整个外面是金属的，非常非常真材实料。那中间的主体是塑胶的，可能就是减轻重量，但它整个外面有包着这个金属的框框啦，所以你可能掉到地上啊，或者是干嘛摔到地上，应该不会出什么大事情。像我这个整个塑胶的 Tascam， 一摔我这个监听孔就直接炸烂，所以我后面收音我都没有在监听，也就直接看着这个表，或者是用喇叭回放这样子，就很智障啊。那这个应该不会出现在这个上面。哎，等等。哦，然后它的输入，那它的输入端还不错，那它的它输出，那整个界面呢，就是两个 XLR， 看起来还可以。OK， 那整个界面呢，就是有两个输出的。那整个界面呢，就是两个主要的 XLR， 有含锁定装置的 XLR。那旁边有一个5V 的 Type C， 你可以供电。那好像也可以用什么电脑的直播软体，然后当做一个音讯。那旁边呢？旁边有一个 Type C， 看起来是可以供电，然后用 Micro SD 卡。然后我们有两个输出的，有一个是耳机，有一个是 Line Out。就如果你想要把这个上面的声音，可能再送回相机啊，或者是干嘛，你就可以用 Line Out。那如果你只要监听的话，
那后面输出的部分有两个，一个是耳机孔，那耳机孔可以调整音量大小，那还有另外一个是 line out， 可能你想要再把这个上面的音讯，可能上面你，那音讯输出的部分它有一个耳机孔，那耳机孔看起来是可以调整音量大小的，那还有另外一个是 line out， line out 就假设你想要在